좋아. 嗯，我刚送给你求完婚，然后我你给了你戒指，你肯定很害羞，不会害羞吗？你不会害羞吗？然后特别深情的问，戒指，你肯定就很害怕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没有很害怕。你现在应该还沉浸在稍微略带幸福一点的感觉里，然后这个时候我问你，戒指。 是不是？就是戒指吧，对，戒指。哦，那个，戒指我放家里了。嗯，就，然后，放家里了。戒指太贵重了吗？我怕弄丢了。嗯，这是有一个快慢的变化，而不是，戒指我放家里。不要再，不，你不要再收了，这样的话大家会觉得我胖的。如果我要是胖的话，你不嫌你没？